们，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徐悦，将会带领我们加拿大的精兵强将啊，赶赴到中国的河南郑州进行第四届的5月25号的比赛。你们好，还有我。When an English-speaking person says two words in Chinese, they get applaus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dear fans, to be here, especially our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central Philippines government. Thank you. 感谢大家到来，感谢我们的媒体先进朋友，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呢，应该有很多活动，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呢，我感觉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所以今天开启了，我们跟那个泰拳协会一起来做武林风。泰拳协会有1200多个武馆，在全加拿大有好像50多万人在练习这个泰拳啊，所以呢，这个组织的影响力给那个自由搏击协会大的好多倍了。所以呢，今年的武林风呢是值得期待的。为什么？第一，我们这次回去呢，打泰拳的一个规矩在武林风那里也算是一个我们说的different 啊，就不同了啊。另外，我们这里呢也派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裁判就去上台。大屏幕来了解了一下，掌声掌声。通过大年开始这过往的3届的精彩的画面，隔着屏幕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这个速度和力量的这样一种 power， 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加拿大体育文化产业集团总裁陈凯先生上台致辞，有请。有请陈先生。各议员，各位上级政府的议员代表们，社会各界朋友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今天前来参加2019年第四届武林风战龙诀新闻发布会。今天我站在这里，身份和大家之前所熟悉的稍微有点不一样。此时此刻，我是以加拿大体育文化产业集团总裁的身份，在此首先感谢大家莅临对第四届武林风战龙诀的大力支持和推广宣传表示感谢。第四届的武林风战龙诀比赛是加拿大体育文化产业集团和新动力传媒集团强强联手，与加拿大泰拳协会精诚合作，和中国代表队组织方河南卫视武林风节目组一起，中加两国四大机构联合打造的2019年中加自由搏击精品赛事。我觉得这个很高兴的，这位旅游文化厅的厅长助理，我真的很高兴的看到我们中加两国的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特别是这种体育，这也是体育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交流不光光是文化体育层面，其实它带来的就是旅游。安省在旅游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的层面来讲，更多的我是觉得呢，现在这个搏击在年轻人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风尚。那这个搏击除了就是能强壮身体，能提高这个身体的机能，然后呢那个对这个整个大众健康以外，其实我觉得呢，刚才你们说的很对，就是提高一个竞争意识，对吧？因为现在不管是在商业在哪一个行业，年轻人你都需要竞争意识，那么在这种搏击当中，你就能体会到这个那个胜不骄败不馁的这种精神。我是觉得那个他们在他们因为那个跟泡翠聊天以后，我上他们那个太极，各位英雄好汉江湖豪杰们，各位江湖的白晓生、天眼通、顺风耳们，大家下午好。谢谢。今天这个光景啊，我用一句诗词来形容，就是春风拂面嘛，风吹马尾千条线，日照龙鳞万点金。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新动力演艺厅参加武林风战龙决定世界的新闻发布会。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本次选手的一些情况，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好，这次选手的情况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手上有一个场刊，有个纪念册。那么纪念册呢，我们上面有这次对战表，一共是七场比赛。七场比赛里面，我们看到第一场比赛，请大家注意听我说的话，因为我们后面这个有一个更好玩的投票游戏，就是你来选择你觉得会赢的。第一组比赛是 Tyler 对李明瑞，那么 Tyler 他胜32场，输是3场。我们看到那个 W 代表 Win， L 代表 Lose。那么李明瑞是胜17场，负5场。那我同时跟大家介绍一下 Tyler， 他在渥太华。那么他其实也是 Muay Canada 的一个2018年世界锦标赛的一个国家队队员，所以要我自己我会读 Tyler will win I guess。 OK， 第二场比赛我们看到 Joshua 啊，今天好像到了，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到他上台了，然后对的是裘小飞，是个新人，一共只打过5场比赛，经验不足，我觉得还是我们加拿大队赢，我个人觉得哈。第三场是 Daniel Supo 对王俊玉。Daniel 其实他在加拿大有个外号叫眼镜蛇 Cobra， right？ That's 他的外号。然后 Daniel 基本上每年是至少打10场比赛，这在加拿大的选手中是不多见的。他经常参加各种世界级比赛，去过伊朗，去过美国，去过欧洲，特别能打。王俊玉13胜7负，而且也是武林风新人。你知道吗？大家看到这个对战表的时候，武林风的观众有超过20000人阅读了那篇文章，人家说武林风准备不足啊。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 Daniel 赢，还是加拿大队 Canada gonna win the third one。 OK， 第四场比赛是 Joey Dubai 对李欣。那么我们看到李欣的这个战绩其实也是2胜2负，一共才4场比赛。那么 Joey 这边的话呢，9胜4输，一次溃出。那么这场比赛我自己不知道，可能是各有千秋。那么我们看第5场比赛，这场比赛非常精彩。Warwick 这个人，他也是我们2018年加拿大泰拳，就是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加拿大国家战队队员，特别能打的。但是他的对手可就不弱了，对手叫谢雷，是外号叫战警。那么谢雷的话，曾经是立刻武林风有4大天王，一个就是叫做泰拳，一个叫做小侯爷邓泽奇，还有一个是小虎铁英华，这两个人曾经都是武林风的4大天王之一。那么这个谢雷曾经对战小虎是1胜1负，然后对战那个小侯爷邓泽奇是胜利的。那么谢雷的话之前表现特别良好，曾经他在中国被称为抗日英雄，他连战8位日本选手全胜，所以特别特别厉害的选手，他曾经被誉为是武林风的新代的新星。可是进入2018年以后，这就是发生了意外了。2018年以后，谢雷的身体状况可能出了一点问题，输多胜少，所以这场比赛对战 Warwick， 鹿死谁手未为可知，请敬请大家期待。那么我们看到第6场，75公斤的雷荣杯 ，Derek Jolivan 来自阿尔伯塔的，爱德蒙顿的一个选手对战李辉。李辉看上去是个新人，2胜2负，但是他的战绩我看了他的这个表演啊，这个比赛还是不错的。但是 Derek。就远远不同了，他不仅是我们 Canada Muay Thai 2018年 World Champion 的一个国家队队员，同时是75公斤的冠军，而且是不是一届的冠军，是好多届的冠军，拿过了无数的奖项，
所以要我赌，我还是赌 Derek 赢。OK, Canada team gonna win. Derek gonna defeat the Li Hui. That's what I'm guessing. OK, 最后一场 Team C Low 对刘大成。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刘大成。刘大成是 last year 他来到加拿大了。So last year, the third one, 刘大成 came to Canada to join the Woody Fung tournament. And he won. 他赢了上一届的比赛，他的记忆还是非常不错的。Team C 呢也不弱，而且 Team C 有在中国决战的这个经验。那么去年的时候，由子豪还有我们新动力合作安排，然后亲自我给他买的票，他们会到了中国，然后在那个深圳参加了一场比赛，所以他有这个在中国打比赛的经验，体重非常高啊。我们看他27胜6输 ，Timothy 也是2018年世界泰拳锦标赛 Muay Canada 的国家队队员，他也是同时是加拿大83公斤的泰拳冠军。然后而且不是2018年，是2018、2017、2016连续 N 多年，所以非常强的一个选手。这场比赛下来也是非常精彩，谁胜谁。对啊，我们是武术比赛哈，能不能做一个关于有关的动作啊，很有力量的。豪情在天，谁能与我争锋？青铜在手，谁能一剑屠龙？冲远逐鹿，方显英雄本色。武林风起，自当集团相合。真的吗？仗剑八万里，